我说算了吧，这顿我请了，明天就从手机删去你的号码。他送我回家，说想上来喝杯茶。我说家里还有一位80岁的老妈。他突然不说话，走得很潇洒。今晚一别后会无期相忘于天涯。好男人都死哪去了，死哪去了？好女人们问天问地，没人回答。看看网上只有八卦，没有童话。我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心乱如麻。好男人。早已成家，还有两个娃。好男人。